首歌完全没有印象哎、欸。对，你没有看过，你就有看过，我完全没看什么，你看什么？嗨，大家好，我是米雪，我们今天又要来进行韩文猜歌了。这边是两位韩文猜歌熟悉的面孔，哎，我是第一届的水水 ，PR99的水水，哎、欸，他是场所机测，自称场所机测。但我现在今天遇到 Cindy， 其实我非常的害怕。没有，我才害怕，我觉得会是互相害怕，我们私下一直。然后耶。Yeah,这边是高材生 Cindy， 高材生 yeah, 今天这场战役是 Cindy 邀战的，他说他一直很想跟水水 PK， 对，真的很想要知道卡索金希澈的实力到底在哪。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有系列里面出现过的歌，但是我今天听到主题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 Produce 系列，所以这个我应该会唱得好一点，因为我都听过。你们要抢答哦，要答的时候要举手喊自己名字，好了，好，喊完再抢答。没有答出来的话，就是换下一个人答。那看米雪出去的话，我们都不答。他一个这种感觉，我紧张那么紧张，不是？他是抓过我的那股，叫做那两三秒么的，第二个的，哎，他妈他爸嘟嘟那，那那么多，我都那来哒。是一首存在的歌吗？他很像在念经哎。看不卡家哦，杨花大桥，水水杨花大桥，不单题。难了啦，前面太难了，要不是唱到那个 Hamburger 不会有人知道。第二首，啾啾啾啾，味道，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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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味道，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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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思考就自动麻就给。曼德诺，我们应当哦，说那我就不难弹给。这都不得钱，我都猜不出来啊！对啊。曼德诺，就算不能啊，能干破这东西啊，就是你说，努力到求你用心，这是你给的广告啦，咋？就是不住就把我求音工。我猜是 NCT Dream， 然后 Dream 工，不是 Dream 工，但是 NCT Dream。歌名其实他刚唱的不是 Dream 工，是 Dream 工。哦，对了 ，Dream 工，他不是念 Dream 工吗？我0.5分吗？零点五比一。第三题，好难哦，算了，上次太骄傲了，第一个题要解决。讲跟我讲，跟我讲，就你说那那就那你讲我心情是那么重，等待我这一题我拿出给，头脑烧就冒烟。我忘记那首歌叫什么。你刚刚对，你刚刚讲是对的。圈，可是我忘记那个字怎么念，是圈啊。你是对的，你是对的。这首歌完全没有印象耶。对。你就有看过，完全没有印象。你看什么？你看什么？现在1.5比1。哦，前两道，可真真，耶，哈，想那一那的，确实那么难，我这个。아와시오건어마포라치나누미치마그이조조너단조너이거워서좋아너저저마저저마저너니저불러너너사어제남마다니자티에티레너이마치야차오너이마치야崩溃너차오水水崩溃你要猜了吗？这首歌的，我在想一下歌名，是 YG 家对不对？对，对，所以我一定知道。是 Cindy， 是 Icon 的 Love Memory 吗？不是，是 Icon 的。我唱的不错吧？可以有吗？不愿意回答。阿普吉曼，永远永远的耶稣。今天晚上就睡不着了这一天。那
我们就不要跟你说这是哪一首歌，直接放到最后听。我可以申请保留吗？对啊，我真的想不到那个名字，而且因为我完全不懂韩文，所以我完全没有一点的线索可以用。最后再公布答案，你们就不要跟我讲，我今天晚上十一点就会传那个讯息跟你讲，我想猜了。那我们现在比数是2-1。好。好遥远的沙沙一的梦一起花的那难道那能成一年的好努的头那的梦也算够他几个马上的呢那能 OK 我就会跳这首歌那能 OK 我就会跳这首歌水水润的什么鬼啊润的跳起来也算你对我已经在运动了，运动了。Song for you， 不是 Love song， 对。我一直呈现一个很抱歉的答对状态。这什么歌啊？什么鬼？对，我就中间先羞辱大家一番，之后再跟大家道歉，是我的问题，对不起。第六题喽，现在平手，哇哦，怎么这么近？同学就说不告诉我你想的是他 Cindy、hey. Seventeen 的 Pretty You 对本命团不一样不一样哇三比二够的看吧就骂就出了哪就说骂就出了我哪祝你要去追祝你要去追下去是往后走呢，好高哦！我有被娱乐到，不应该打断。第九题，到你，绝外劈，就到你，就到你，哦，就到水水 ，Miss A 的，小小大 ，Go Bad Boy， 哎，就小大，我知道，我知道，小大，小大 ，Bad Girl， 谷歌，对。FX 的拉恰塔。Cindy，IU 的 U and I， 对，
好，那记得去follow我们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